喂，妖啦，快啲啦！多謝司徒行者的編審葉天成和莉莉可以創作一個徐天樂的角色，可以等袁偉豪帶多啲俾觀眾看到他自己的一部分。多謝 TVBI， 多謝 StarHub， 多謝新加坡喜歡葉偉豪的朋友 ，Thank you。